日前，陈子瑶夺得最佳女配角一奖，她在台上忍不住落泪，并说出一番感言，除了多谢高层之外，还有拍档汪明荃等以及所有家人，却未和老公王浩信去年夺视帝一样点名多谢对方。早前不少报道指两人关系开始破冰，虽然陈子瑶未有在台上多谢老公，但王浩信得知老婆得奖后，立即在社交平台晒出照片恭喜陈子瑶。